解怀。启禀殿下，家有好友求见。这都什么时候了，一律不见。可他十分蛮横无理，难道他比你们手中大刀还蛮横无理吗？哼，谁啊？竟然敢对我妇女动刀！金山酋长，花缇娜呢？哎呀，怎么，两位老朋友，除灭五皇后，离得开我们父女俩吗？真想不到啊，身兵天将啊！嗯，是吗？我父女如果不自己闯上门来，只怕这杯羹就没有我金山部落的份了。酋长不必恼怒，事出突然，我正和李传殿下进行紧急磋商，何况你眼下又是李治的亲家。哎呀呀呀呀呀！什么亲家呀？我才瞧不上李显那么个懦弱小子呢！本郡主花吉娜呢，要在李传赢回天子宝座之后，在新的朝廷另选一个太子做太子妃。郡主真是志向远大呀！啊，本郡主也要像五皇后那样亲自处理大唐的朝政。这太容易了，只要金山酋长与我们同心协力除灭武士，把李治从天子宝座上赶下来，就易如反掌了。郡主，我一定会让你如愿以偿的。好，有殿下这句话，我金山部落200,000铁骑马上接到吐蕃，向通州集结，听从你的号令。天降神兵，除灭武士，瓜分大唐。皇后武士
在从驾文武的护卫下，途经漫漫无尽的800里秦川，穿越曲折艰险的阴平古道，跋山涉水，餐风饮露，昼夜兼行，为维护大唐的统一和稳定不辞辛劳，终于在春末夏初进入通州。酋长、郡主，杨大人请看，两军对垒，这是李绩的抚卫军。这是我弟弟晋国公李成的队伍。皇后的奉驾就是要从这中间通过，这样设防武皇后还会担心什么呢？他哪想得到，在这牡丹峰上却暗伏着我金山部落几十万铁骑，只要一声令下，我金山大军犹如山洪从天而下，就包了他大唐三军的饺子了。李专殿下，杨伐大人，快听听，我金山郡主那可是文武双全呢。据探子报称，别说李敬业、薛仁贵和七笔合力这些青年将领浑然不觉，嗨，依我看就是李绩这只老狐狸也没嗅出半点异味来。那武皇后的死期到了，我盟军三方的宏伟目的转瞬就要大功告成了。殿下，但听说崖堂上的颁诏仪式将由李绩亲自带领3000禁卫将士护驾入堂，而朝堂之上则由李敬业、薛仁贵、七笔合力、谢瑶环、仙客来等率进士进行检验，很难埋伏兵士啊。不错，眼下他们正在对州城尤其是崖堂内外进行检验查看呢。都仔细检查过了，应该安全。那么殿下，你说要让武皇后在崖堂当场丧命，又怎么才能办得到呢？怎么，对我还要保密吗？敢拿太子妃和岳父大人当外人吗？酋长、郡主不要着急，殿下是被即将取得的胜利激动得喜之不尽啦。哼，难道就不能让我们也乐一乐吗？酋长恕罪，等时机一到，我一定会让你亲眼看到崖堂中的暗门机关。真的？哼，我敢骗以后太子殿下的岳父大人吗？嗯，哼，难说啊。酋长何出此言？当初太宗皇帝李世民选定李治继承皇位，你皇国公李传和你父亲韩王李元嘉是最先向李治献贺表的皇室成员，谁又知道你父子二人心怀鬼胎，从那一刻起就打算要夺回皇位。你们父子，哼，尤其是殿下你，心机可是太深了。酋长误会了。误会，我可明白着呢。太宗把皇权交到了平庸的李治手中，为了大唐祖宗的社稷，殿下他可是煞费苦心呐。李战殿下，本郡主现在就去看那暗门机关。郡主不要着急，等探子回报，那李绩检验人马验毕归位时，我们就可以从暗道进入暗门机关了。归位？归什么位？那
那李金叶、谢瑶环检验完毕之后，并不离开牙堂，而是要回到牙堂外院中去，去保护那武皇后登堂颁诏。这样严密防守，你的暗门机关、暗器和伏兵怎么才能去得了牙堂呢？哼，那武皇后还没有到达通州之时，牙堂的伏兵和暗器就已经各就其位，部署好了。哎呦，我的酋长爹爹啊，这个李传可真是太神奇了。殿下，本郡主好想快些看到你那些要命的伏兵暗器和暗门机关。好，等探子回报之时，我们即可从暗道入堂。那我们可以先到暗道口去等他。郡主，我们现在就在暗道口啊。嗯，啊，这儿。嗯。殿下，这就是暗道口吗？看通州的情形，那李传应该是真心意合了。二位将军和李成殿下不必耿耿于怀了。元帅，我这位哥哥李传的心性我最为了解，想必两位周将也了解甚深。李传对于篡夺皇位的事情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元帅，这通州城平静的让人担心呢。元帅，这平静里一定包含着可怕的杀机，我等前来还是要请老国公见祖皇后，绝对不要前往通州牙堂颁诏。哎，可是啊，皇后陛下为了昭示和平于天下，绝不会考虑个人安危，一定会前往牙堂颁诏的。殿下，二位将军等待及时，你们就半驾去往牙堂吧。元帅，我等就是为了皇后能够全身归来，所以才来行辕进言的呀。元帅，请元帅务必见祖皇后，千万不要让皇后进入死地呀。嗯，这里就是通向牙堂的暗门。殿下，这么说这里能通向牙堂的暗口吗？只要我一按动机关，就会出现可以驰骋千军万马的宽敞暗门。哦，就连马队驰骋也毫不困难啊。酋长和郡主你们都说对了，但是有一点不太确切。什么？这里不仅通向牙堂，还通向七星门、大同门以及牙堂地下。我明白了，你不仅敢让李继、李成重兵守护七星、大同进门，还更敢让李继率领3000飞骑将士护驾，还让李金叶、谢瑶环他们把牙堂内外检查个遍。哈，哎，等等，怎么了郡主？虽然牙堂及进门地下广布伏兵，可那李继手上还有3000飞骑将士护卫皇后，到时候暗号发出，伏兵一出现，那李继仍有机会护驾逃走啊。哈哈哈哈哈哈！我金山郡主太让爹爹骄傲了啊！哈哈哈哈哈哈！比这位通州的皇国公殿下强多了。酋长、郡主，李继不仅没有机会保护武皇后逃命，恐怕连他自己的老命也会和武皇后一起命丧牙堂。
请陛下漱洗更衣。哦，进来吧。是。您做梦也想不到，当今皇后陛下竟是一位艳丽娇娘。切，好甜的小嘴儿啊！我老了，老娇娘了。快回奏陛下，是小娇娘还是老娇娘？小娇娘，小娇娘，当然是小娇娘啊，漂亮啊，漂亮啊，还是啊。小娇娘，小娇娘真漂亮。小娇娘，浣纱溪上傍垂柳，执手论心白马郎。纵有连朝三月雨，直透何人喜余香。哇，好深情的浣纱女儿啊！可是世上的白马郎君却是多情。多情？是啊，他们是处处留情。陛下，看看眉毛的颜色深浅合适。陛下，英国宫礼记候旨多时了。哦，还不快请。哦，是。宣英国宫礼记进帐见驾。老臣拜见皇后陛下。英公伯伯，赐座。是。老臣谢恩。你们都下去吧。是，都下去吧。是。天快大亮了，皇后陛下，随驾的文武大臣一再去老臣的行辕，要老臣见阻皇后陛下，绝不能前往雅堂颁诏。他们实在是为陛下的安危担忧啊。应公伯伯，请受媚娘一拜。皇后陛下，这可杀老臣了。皇后陛下，你这可杀老臣了。老臣誓死也要保护皇后陛下全身回朝。英公伯伯，媚娘此拜不为媚娘，老臣唯命是从。媚娘是放心不下九郎，还有太子李弘、李贤、李显、李旦，还有小太平。大唐皇后到头来还是人父人母啊。啊，皇后陛下请起吧，老臣的骨头都老了，跪不了多久了。英公伯伯，来，快起来。
英公伯伯说对了，外面看我看见的是一个争强好胜、行事果断刚毅、铁石心肠的武皇后，也只有你看见了在你面前。其实我是一个多愁善感、悲天悯人、自己也可怜好哭的武媚娘。皇后陛下，你对这通州牙堂也有什么顾忌吗？刀剑无情，敌暗我明，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虽然已经有了周密的安排，武媚娘依然决定我要单刀赴会。皇后陛下，你这什么意思啊？除了我和陈子昂、李成以外，你和狄仁杰等所有的文武重卿一律都在通州大衙之外严阵以待。皇后陛下，老臣明白陛下的良苦用心，但是老臣职责所在，一定要在陛下驾前严加护持。英公伯伯知道从显庆以来，武媚娘竭力主张宗亲王爵不可留在京师，而必须去往封地的原因吗？老臣想来，诸王在京难免串谋生意，所以皇后才如此处置啊。是啊，其实如果九郎有太宗之慨，诸王集聚京师又有何碍？可是九郎，且别说胆识气魄远逊太宗，就是身体也病入膏肓。而李传和李成的父亲韩王李元嘉、越王李真、霍王李元轨，还有李真之子琅琊王李冲等，都在宗室中以才干著称。在太宗皇帝废除太子承乾、另立储君的时候，他们都是当时的人选，而九郎权仗着是长孙皇后的亲生，又有长孙国舅的扶持，才得以立为太子，继承了皇位。可是人心相同，韩王等王子们又岂会甘做臣子？唉，我这次冒大风险来通州搬诏，一是为保护皇上，但更重要的是想用这次行动感化李传以及皇室中众多心怀叵测之人，能让他们放下屠刀，为大唐社稷、天下黎民同心同德，忠心大唐。但是毕竟人心难测。皇后无需过虑，就是枪林箭雨，老臣和众将们也要制服敌人，确保奉驾无恙。若有意外，陛下，应公伯伯，达人不计言辞。若有意外，对韩王所在的绛州、霍王所在的青州、越王所在的豫州等，务要留意防范，绝不能有同室操戈、兄弟喋血，陷天下苍生于战乱不休的后果发生。老臣谨记在心。徐敬宗是三朝元老重臣，只可惜他年事已高，并且过分势利了一些。裴炎有辅弼之才，为人廉政，敢坚持纲纪，但时至偏激，不善审时度势。当朝之中，机智而又操守极严，忠诚而又善于分辨咸鱼，文武兼备，唯有狄仁杰一人而已。望英国公和狄仁杰同心辅佐我九郎和太子红儿。皇后陛下，老臣斗胆奏请陛下不要说了，我君臣今日赴会是为了天下而去，非为其他。
上苍定会保佑皇后陛下奏凯回朝啊。英公伯伯。皇后陛下。我李氏满门都是大唐朝的忠实臣仆，必将世代忠君报效。有违此事者，皇天不佑，九族灭绝。英公伯伯，我的意思是，既有意外，君王尚在，无需皇后托臣。大事当前，最忌不及之言，老臣恭请皇后止言。武媚娘答应英国公了，谢皇后陛下。请元帅暂且恭敬跪地。这是我出朝之前，奉长嗣亲明重演在降魔天师神位前叩请而回的护身符一道，我转赠元帅。皇后陛下，你应自配灵符啊。大唐朝可充后宫嫔妃者多不胜数，但我大唐绝不能没有英国公李绩。谢皇后陛下隆恩。请元帅下令，除陈子昂和李成之外，所有随驾文武一律在通州大衙之外严阵以待，违令者军法从事。老臣领诏。元帅，皇后她是否听你的劝阻啊？皇后圣意已定，及时临近，准备护驾前往通州衙堂吧。除陈子昂、李成外，所有文武在衙堂外严阵以待，违令者军法从事。是。哈，看样子大唐军队是严加提防了。可他们防不胜防。这么说，你那衙堂之中也有这种机关？是啊，且不说三千飞骑只能在衙堂外四周护驾，武士身边也只有李成等几个随驾保护，就是三千人禁在衙堂内也只消暗动机关，那武皇后就会连同众人一下子全部落入地穴，而且毒箭乱发，当场毙命。衙堂外虽有百万大军，也绝无办法营救。对，待唐军发觉，定然慌乱一团。我率领金山铁骑和你皇国公手下，趁其群龙无首，合围而上，包了大唐三军的大饺子了。到那个时候，我三方联军乘胜反向长安，休说怯懦不堪一击的李治，就是唐太宗李世民在世，他还不高举白旗让我宰个马啊！黄国公，你刚才说什么？什么什么？你说大唐从此任你宰割。酋长，殿下，郡主，有何误会啊？误会？杨大人，你来听听，攻打唐军我三人卖命，占领大唐却只任他一人宰割，我岂能容他如此猖狂？
我叫你下去。退下，退下。酋长、郡主，真的是误会了。什么？误会？我可听得清楚。本郡主也听得明白。任我宰割是句成语，是指占领大唐后，大唐江山由我三方共同瓜分。是这个意思吗？酋长，梁大人，只待我们今日除灭武士和李继大军之后，我们三方即可在崖堂上签署瓜分大唐江山的文书。什么？殿下，就在你的崖堂上签署文书吗？啊，不不不不，我怕，我怕。怎么，英勇无比的金山酋长还会有什么顾虑吗？笑什么笑？你那牙疼，机关密布，真是让人害怕呀。不过殿下，这机关分明是劳师动众，数年才可以完成的呀。数年？这是我和我父王耗费十年心血才建造成如此规模。正所谓未行兵先安排退路，谁想到今日这层层机关步步陷阱却用在了武士身上。这么说此事只有你父子二人知道？四十已过了，五十即将来临，我们三方的吉时到了。走走。李传的一切安排都显出他是真心意合，希望天下太平啊。接下使臣传言，李传已把自己的皇国公印信封存了，等皇后陛下亲颁诏书后，他就会向皇后陛下退印，赴京请罪。但愿的从今以后能洗心革面，从先做人。时辰已到，皇后陛下应该已经请假了。走走吧。打死我也不会相信那个穷凶极恶的李传会真的恭迎我们皇后陛下来到他这通州衙团颁诏，我更不相信他会退阴请罪。是啊，李传反计昭然，他岂会真心改过？二位将军，虽说有元帅亲率三千铁骑和我等进入衙堂护驾，但是皇后陛下一旦进入衙堂，仍如龙哥浅滩，虎陷井穴，我们要加强提防。好了，时辰已尽，我们各归其位吧。是是。是我，郑阳，跟我来。刘欢，郑阳，你怎么会到这儿来？怎么这身打扮？你赶快离开这儿啊！我哪里不去？我就是要跟着你。快走啊！皇后銮驾马上就要到了。你就一直在这一侧保护皇后陛下的吗？是啊。好，你记住，千万不要进入衙堂里面。怎么像个老太婆一样？我只是个宫中女官，怎么能随驾进入衙堂呢？姚欢，你记住，你就钉死在这一侧，千万不要进去，别进衙堂里面。好，我知道了，你快走啊。你要记住，你快走啊，快走。姚欢，记住，死死守在这一侧，快走啊。这回便宜了李传这个逆贼，想不到他倒这么风光的收了场。李传此人狡猾异常，越到此时我们越要多加提防。各房各门都有我三军将士把守，衙堂周围更有我三千飞骑护卫，任他怎么狡猾也难逃我大唐将士的降魔保障。
皇后陛下奉驾到，通州文武接驾。罪臣李传恭迎皇后陛下，恭祝皇后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平身。谢陛下。大家都起来吧。谢陛下。皇后陛下万岁。皇后万岁。皇后万岁。放假进入牙堂了，天下太平的日子终于就要开始秦王殿下奏请入宫为皇后陛下祈祷平安。贺兰敏之真的明白事理了啊！半年来明冲眼教他五禽戏功法，不仅身体日渐健朗，而且心思也渐渐恢复到从前了。秦王府长史奏说，贺兰敏之殿下近来天天向他询问皇后陛下在通州是否平安。难得的这一片忠心呢、啊，啊！哎，快快宣他入宫吧。领旨。侄臣叩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敏之啊，快平身吧。谢皇上。这疯狗到这儿来干什么？不知道。你是来为皇后姨母祈福的吧？是啊，皇上，义母是今天在通州牙堂代皇上颁诏吗？是啊，侄臣好为他担心呢。你不再埋怨你的姨母了吗？贺兰敏之知错了。你不再误解是你姨母伤害那为天下太平而不顾自己生死的姨母，又怎么会做出那样的事来？
真的康复了，贺兰敏之，真的又恢复到从前的风流倜傥、睿智聪明了。太好了！大唐亲王贺兰敏之接福。贺兰敏之殿下，顶服跪地，为皇后陛下祈祷平安。九天诸神在上，下跪弟子大唐秦王贺兰敏之，诚心祈祷。Yeah.